请听题，请说出三个给热巴会取的三字的昵称。小啊，小梅，女，小可爱，小宝贝。简不简单？太简单了。他们是迪丽热巴，我们是孙悟空。我们孙悟空，他们迪丽热巴。下面说实话是有点难了。到我们这儿就是，哎呀，我们题型更换了。请说出字数越来越多的剧名。啊，剧名来，狂飙。字数越来越多。哦，安乐站。可以可以，接下来要三个字以上。你是我的荣耀，你是我的荣耀。哇，你是，哎呦，你是我的荣耀，六个字。梦里花落知多少。漂亮，七个字。好，拿到五分。下面，热巴组请听题，请说出人数越来越多的组合名。就有的组合是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这样来。小虎队，三个人。TFBOYS， 哎，错了，也是三个人，也是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不是按字，啊、是人、啊。那个什么，他们能不能算错？那我觉得错，回答错误。好，抽五个，上吧。好，热巴终于可以起来走会儿了，一动没动。好，一根。对，好，两根。这个能拔是吧？这根。这根、啊。不不不不，上面这个。这根、啊。对对对，这个完全没问题，它下面能撑住。这有点涩哎。能撑得住。